立正，站立，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平安。我请问吼，咱这个讲华语，唔知爱讲华语还是讲台语？台语会通无？拢会吼，安尼我用惯习，我用拢用台语来讲吼。台湾话是较讲起来较流畅。哦，好好，谢谢哈。咱今仔日上这节课，实在是感觉讲有史以来，我第一届去正式就这个问题。当然，咱今仔这个题目就是关系到都市计划，因为这跟我所学习的科目是同款。那么，若要讲到都市计划呢，古早咧学习咧读册时阵，哦，迄条文呐，安尼一条一条甲介绍吼，可能咱遮拢会困去，因为迄个物件真无聊，甚至伊敢若甲你规定讲都市计划，就是咧规定你的路外宽，你的建筑物外高，你的都市面顶爱有啥物物件，你的路架爱外宽外大，爱有偌济人行道。也毋过今仔日，我要来向大家说明的，并毋是要讲到这个硬体的都市计划，是咱心内底这个都市计划。我相信大家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讲，咱的计划永远赶袂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句话是事实，也是无事实。因为这回，阮拄啊四个人对日本转来，我相信侪侪人要听到讲，咱去到日本这个过程是啥物款的消息。那呢，就是讲，当阮过到日本这个过程，我做一个简单介绍。因为第一天飞机飞到这个奥萨卡的时阵，感受到哇，日本因这个国家一个真先进的看法，这个国家确实是一袂歹。奥萨卡一落飞机，会用感受到哇，因遮的各项拢无共款。刷下去，咱的主席已经伫本来讲要机场等阮，也毋过伊讲伊较无闲，所以阮阁坐因的巴士，阁坐去甲大阪、奥萨卡的城市内底。一甲落迄个巴士时，看到咱熟悉的人，咱的所内先生吼，就是咱的主席，伊伫遐真热情，甲咱招待，讲哇。真欢迎，因为咱从台湾去已经坐足久的车，飞机就坐遐久，啊，再佫坐迄个车嘛，坐要几点钟，啊，再佫坐到因遐。伊讲伊伫车头等两点外钟，伊感觉讲要听候一个从台湾来的人，伊讲拢袂忝，感觉真欢喜。所以看到伊时阵嘛，感觉足欢喜，讲哇，实在是真好。然后过来。阮就去用车载阮去先大陆下了后，阮就去接一个人，吼、哦，接一个叫做石户先生，吼、哦，伊就要带阮过日本拜访足济参议员，也是迄个都议员，吼、哦，东京都议员。所以伫这个拜访的过程中间，我感受着讲日本遮个官员。伊拄开始听到民政府，伊拢讲奇怪，恁敢咪有已经有政府啊？我讲无呢，即摆目前这个政府吼是可能咧走路的款，啊，毋过恁拢认为讲，即自古早都已经来到伫这个所在，恁拢已经认为讲，伊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政府，所以拜访到足济参议员甲这个政议员了后。发现一项，一个政议员因的办公室内底，竟然搭一张新闻，
打一张迄个新闻写讲，后盖拒绝台湾来的金素梅，吼、高金素梅小姐袂使互伊入来。啊，迄个新闻伊甲做足大片，怎甲打出来？打出来了，我讲，奇怪，这敢是台湾的高金素梅讲吓着？我讲啊，伊是做啥物代志？伊讲，伊要将日本，我看迄新闻吼，伊讲伊要将日本放伫迄个原住民，因的英灵要甲引带转去，真侪人甲讲你笑的，所以因怎甲禁止？所以看见着只讲，是安怎台湾哪有人为了日本来进中的时阵，伫靖国神社内底，所以。当这个议员，伊嘛甲介绍讲，哦，原来印度开始接触的时阵是甲李登辉自由会开始，但是真可惜，伊甲阮讲，拄开始李总统还佫伫日本、伫台湾了咧上位的时阵，咧做流亡政府的总统的时阵，拢总讲听讲会员是超过四万几人，但是我甲问讲啊阵呢？伊讲即阵超看百几个无，为四万外落个剩百几个，我讲敢真正安尼？伊讲嘿，对，真正安尼。啊，阮是真着惊讲，那么今仔日民政府要做个工课，你敢知影？伊敢若知影讲，为即个马关条约，日本挂号，吼，变台湾挂号日本了后，过来后壁因拢袂记哩。啊，然后因讲因着战败，啊战败就离开台湾，啊过来因着拢唔知影。啊，我较特别看伊迄书架面顶一本，伊咧讲着，吼降服了后，就是讲因投降了后吼，因的状况。伊讲因的历史内底写内底，敢若写着讲因着倒来安尼尔，无佫讲着台湾后壁的损失。等阮一位替上甲讲，因为日本甲美国休战了后战输，所以伊根据美国或者共和条约，怎将放弃台湾的主权？伊讲这阮拢总唔知影呢。伊嘛真着惊讲，哟，啊咱也拢唔知，吼、哦，所以伊看到阮去甲伊拜访，伊真欢喜讲，哎呀，这实在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开始，所以伊就开始甲阮讲啊，你即马爱去去拜访啥物人，所以伊就阮去拜访足侪参议员，嘛足侪众议员，啊讲了后，阮才知影讲哦，原来咱爱去甲日本讲台湾、台湾还阁是吼、哦、日本的领土，因大家听到嘛真欢喜，啊嘛感觉真可疑，讲敢有可能？伊讲。台湾好，流亡伊嘛无讲流亡政府，伊讲台湾毋是有一个政府已经统治遐久啊，是安怎那拢那久有恁这个民政府？所以当安尼一步一步甲解释，因听了后感受着讲，哎呀，实在这是真大的冲击哈！啊了后拜访了后，阮就阁开始去甲这个。横须贺迄个所在，上尾一天去参加美军，吼、哦，因迄个美国甲日本联合第七舰队，阮就去甲参加因的迄个舰队的 party 吼、哦，就是因的宴会。结果一上因的迄个内底入面，才发觉讲哇，真啊，遮侪迄个阿兵哥吼，拢总是美国啊嘛日本拢总有。啊，我感觉特别爱提着讲。因遐拢总唔知影，咱台湾民政府，当咱甲咩迄个名片摕互伊的时阵，伊看看讲搞这个物件，我就讲有。因会真足看是看到咱的迄个名片内底有写到华盛顿 D.C.， 伊讲哦，啊这敢若唔是假哟，因为那写伫这个所在应该是袂假才对。所以伊看到这的时阵，伊就咧讲干。咱的何总督吼何瑞元，就解解释足济，解释真济。啊，所以伊解释了后，有个人伊感觉讲，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大突破吼，因为伊讲因第七舰队
你防守的所在，竟然就是东南亚地区，那么在韩国嘛，在越南、在菲律宾、在日本、在台湾，包括在内，是因为这个条约的关系。所以等于防守这些海域的时阵，因才知影讲，原来，阮就是因为美国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这防守，啊，无这种物件，无人要。吼、哦，伊讲，阮一个舰队吼，那安尼驶一只船来个遮，迄旅费是足悬的，迄费用是真悬。啊，过来，阮就甲这个第七舰队长，伊个舰队长吼。伊个舰队长是真和气吼，啊，就甲因讲着，阮就甲表示讲，你可能一件代志袂记哩，你可能忘记一件事情。台湾是你甲日本战输了后所遗留的问题。伊讲我敢若捌知影，啊，毋过伊实在毋知变哪甲咱斗相共。所以甲解释了后，我讲目前为止，咱台湾人要无国籍，伊讲全世界够无国籍这物件。伊讲有啊，阮就是安尼吼。我讲阮目前就是无国籍，所以伊伫咧甲阮讲的时阵，伊感觉充满着一个惊吓吼，真惊讶，讲奇怪，你实在人都咧喘气，实在人都咧讲话，毛咧食饭，毛咧做工课，啊！你讲你徛伫倒位，讲唔知影。讲无这种代志呢，你至少有一个所在，予你徛掉咧，伫遮活动。问题实在是无，讲阮无国籍，吼、哦，所以谈只介面谈了后，哇，才知影讲有真济代志。经过安尼介绍，伊对咱台湾有一个真特别的看法。伊讲，是安那全世界六十几年啊。拢无人出声，我讲因为六十几年前，我嘛也毋知影，甚至我也毋知伫倒位。但是我即马已经知影，我是无国籍的人。啊，伊讲这个代志，请咱来好好啊努力啦吼。伊讲恁着爱阁继续来完成这个任务。因看到咱民政府的人去到遐，有的是要抱着无相信。有的人是抱着讲，敢有可能？但是有的人是认为根据合约这是正确。但是阮这趟旅程内底，予我感受到真济吼，感受到真济就是虾米货？甲今仔日咱要讲的地方，都市计划。当然，咱是咧讲到硬体。伫我较早看到日本东京这个所在，有一件代志袂当予放袂记哩，就是日本即马你若行去街路，竟然有人咧讲中国话的中国人，而且毋是一个，规条街路拢总是。当我暗时出去行的时阵，我甲讲歹势啦，我听无你咧讲啥，伊竟然甲讲啊你中国话听有吧？我差一条讲奇怪，这日本人呐讲咱这个话，吼讲甲遐清楚，才知讲伊是广东来，嘛为湖南来，嘛为四川来，讲奇怪，安那规日本拢变作是安尼。所以等下个台湾，我看到一点，日本这个国家捌真强壮过，但是伊若无一个真理的支持，可能渐渐嘛是对了。当我看到因早起咧行街路遐个人，因拢行来喊来喊去，大家穿西装啊，干内裤带，但是行去伫车后的时阵，伫遐怎坐咧？啊，我讲，这干咪咧赶火车是安那那无叮当？原来一排人拢总失业，这是这严重的代志。当我去到日本的商店，想讲要买看有啥物物件会使买转去，看到因的迄个玩具，看到讲，哦，啊这哪会遮水？甲看者真正较详细，竟然是
中国做的。所以这咱会知影讲，中国伊渐渐对着人的侵蚀愈来愈严重，因将迄种歹习惯带入去东京内底。人讲较早日本是拢总足清气，我特别去甲行街路，发觉着讲哇，开始嘛垃圾，开始嘛是粉塞咧弹，开始有规条路内底粪扫拢有，但是规条街拢总是咧开互人啉酒，一间几百公尺规条街拢总是，即伫真失望的中间发觉着。咱台湾应该是会当较坚强，所以伫这个咱心内的国家都市计划，虽然这是一个硬体的办法，也毋过你甲想讲，这个都市计划，确实若无用到疼惜的心的时阵，你这个计划是无效。我相信伫咱遮来遮学习的学员，拢总就是要听到讲。咱即马甲美国啥物款情形？甲美国的进度啥物款？伫飞机顶，我甲 Richard 何总督吼何瑞元先生两位开始讨论。我感觉伊迄个美国人有一个真执着的物件，嘛互我真欣赏。我甲讲，伫所有遮侪美国人内底，我上尊重就是你这个美国朋友。因为无一个美国朋友来帮助咱台湾，干那你，所以我敢捌你一个美国人。伊讲，咱定定，你讲到我们准备好了没有？结果，伊讲，不是这句话，应该是咱来问美国，美国你准备好了没有？因为美国若准备好，咱就准备好，这是。大家在讨论的当中，发觉到台湾人的这个愤怒已经起来，所以你会当看到，咱台湾目前真济心灵的教育、心灵的价值观拢总变了，已经拢总变去。当你看到台湾开始，伊迄个平衡点开始失落，渐渐已经变。我看到一个纽约的一个新闻内底，伊讲纽约内底有真济犯罪率一直渐渐降低来。大家想看卖，伊是安那来予犯罪率来降低？毋是警察阁派较济，嘛是阁派较济人对伊持，是有人开始讲。即马，咱若即个玻璃破去，若无去甲修理，伊会破第二块；，佮无修理，第三块照常破去，一直破，佮来愈来愈垃圾。所以，因纽约 City 的城市政府就开始讲：，好，即马破一块，我就修理一块；，破一块就修理一块。无是拍算讲，因为安尼的决策，地数甲因的。犯罪率降低，甚至伊嘛看到，我嘛看到讲，因标语内底看到最侪咧讲到飙车问题。我相信咱大家拢知道，飙车问题已经是咱造成真头壳疼的问题。伫高雄市捌一个选举候选人讲，即足简单，甲压迄个红豆啊吼，甲压规堆啊，互伊徛过摔摔落。我讲即敢会杀哩？可能伊毋捌摔过。迄若摔落去，反射你生命怎无去？我看了这个篇报道，真感动，就是讲，因有一个老人伫遐开始扭着迄个锁啊，讲恁爱注意安全。伊每一届踮这个飙车的道路面顶开始，就是有人伫遐扭讲，扭一道标语讲，请恁爱注意恁的行车安全。当因甲伊讲出这个话时阵，飙车的犯罪的人愈来愈少，这就是咱教育到底是错误伫倒位。所以，因注重到的物件，就是当你若偏差的时阵，
你唔知变哪去改变，你无去甲平衡回来，你物件就出落去。所以伫遮，咱来想咱台湾的问题。当咱台湾的问题，咱唔知有发觉到，咱伫台湾内底，咱的教育是教育乱啥物货？你知影我最近为着这个题目，我去看到一出电视，拢讲到足多心灵上的导师，我开始去甲看，结果看到一个查某的，长甲真水，伊佫用各国的语言咧甲翻译，我唔知讲伊到底咧讲啥，我真足安尼甲看到半点钟，结果伊讲的问题，就是讲到猫仔变哪饲，狗仔变哪甲疼惜。鸟仔变哪个照顾，完全无讲到人。但是各位，伊个听众几个，伊个听众安尼甲招落去，可能几万个，可能几十万人，拢咧听伊讲功课，佫甲准得过。佫看到真奇怪。这台也是在讲到心灵导师，他在讲心海罗盘，哦，讲到罗尾，他结果都讲到什么话？讲到咱阿个人若死去，要待伫倒位，阿要安怎待？待叨一个方向？我感觉讲奇怪，咱遮那拢讲到死了后的代志，所以今仔日。我予大家真侪思考，就是讲，咱的教育，大家拢知影出问题，问题是要怎解决。所以为伫真古早开始吼，咱今仔因真轻松来探讨遮个问题吼。我从足侪代志我所观察的影响大家报告吼，感觉讲，伫咱读册内底，拢教咱读圣贤书。我相信大家拢捌读过真圣贤的册，结果圣贤的册拢甲你教啥物货？教讲你着爱认真读册，认真读册，认真写诗句。但是你毋知有发觉着，你遮个诗句写出来有路用无？绝对无路用。无人甲咱教讲爱安那卖乱丢垃圾，无人甲咱教讲。你伫外口袂使大声吼、大声喊，迄是公众场所。但是伊敢叫咱爱去学习古早先圣贤的人，伊一寡遐行为，我甲咱大家讲做袂到。我嘛捌一届看到蒋介石，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哇！伊讲伊细汉时阵看到啥物货？看到鱼啊咧力争上游。啊，就做高人。我读到这篇的时阵，我感觉真见笑，我见笑几轮当，感觉讲，哦，莫怪高人就是高人。伊看到一尾鱼啊，会晓想遐济。嘿，那我看到这尾鱼啊，我会甲鼓起来，用岸边啊煎，边啊煮，边啊食。我袂去甲想讲，伊鱼啊来力争上游。好，咱拢抓到看到，就是要甲抓起来。会当予咱要安那煮食较好，所以呢，伫这个过程，一直咧思考讲奇怪，这高人是安那产生？敢讲伊迄个环境唔是？直到大汉了后，我才知影，蒋介石比咱较爱抓迄尾鱼啊，伊比我搁较爱捕起来食。所以呢，咱有真侪。教育的历史里面已经跟我们说不对很多事情，在近代史里面已经错误很多，所以我们偏差到很严重去，我们如果没改变回来，我们永远拢总不会改变。你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很趣味，就是说一个孩子他走路的时候为来跟他问说、这位同学，您这路不知道怎么走吗？结果说不清楚的时候，这个同学在美国
伊甲讲，歹势，我带你来较紧。伊怎甲带去？豆豆啊，行去，行去到迄个所在了后，伊怎要求这个人甲讲，请你会当签一个名，甲你的电话，予我知影讲，我是因为帮助你找路，所以我上课才迟到。所以当迄个人甲签了的时阵，伊就开始迄个学生囡仔，都开始是背行，行到到位，伊就用撞的去学校。咱伫遮毋知有思考着，因的生活甲因的教育是同齐。所以，咱今仔真真清楚，咱台湾已经出现了，咱硬体都市计划。虽然是真水，但是也有真无拄好的所在。也毋过，当咱看到咱家己心灵的丧向，你当你心灵的欠缺时阵，你毋知要用啥物话去甲补，这是咱一定爱去思考的代志。所以我伫遮用侪侪故事来甲大家分享吼。第一个故事就是讲，咱台湾囡仔已经欠缺着创造力的思想。当我细汉时阵，问较侪问题，拢会互阮爸爸妈妈讲，问问较侪要创啥，知影就好啊。我讲我就是唔知呢，伊佫甲我讲，啊你问较侪就无效，吼囡仔人卖问较侪。啊所以。我伫少年，咪少年吼，囡仔差不多国小三年的时阵，我才发觉到大人啊，拢一直咧甲咱骗，吼、哦，是安那甲咱骗？因为我看到阮的，阮迄个砖头吼，迄一粒石头足大粒的，啊足大粒，迄牛车要驶过拢驶袂过。啊，我问足侪伯公，足侪阿叔阿伯，讲是安那咱正要藏一粒石头，伊拢甲我讲一句讲。你唔知影，迄位几百年前就待伫遐，猫未起来。我讲啊，迄待偌深，伊讲比你较深，比你的人较悬。啊，咱拢认命。哦，安尼哦，啊，毋就是按袂叮当的意思，对。我问一个嘛呢，问两个嘛呢，问三个嘛呢时阵，结果我一解，怎啊真好奇。我想讲，我一定要替这个砖头做一个真有利益的工课，就是去把迄粒石头甲挖坏掉无？我逐工去甲鸟，逐工去甲鸟，结果鸟差不多十几工，迄粒石头我怎甲淹对大埕去的时阵，我想讲，等下可能会真侪人甲我鼓掌，无拍算，对外围。骂一句讲，夭寿死囡仔，迄粒石头你甲淹掉。我讲，啊你毋是拢讲迄定位？啊结果，几百个人咧骂骂。我讲，啊恁都安尼较好出一声啊，哪会安尼？佫想袂到，因迄、那个阮迄个砖头就发生一个阿公行路怎去火车撞着死去，讲嘛怪我，一个因妈大腹肚。啊，老爹，阿公嘛怪我。啊，迄个，啊，佫一个讲，因兜猪仔囝生出来讲烂去，啊嘛怪我。我讲是安那遐奇怪，迄粒石头敢影响遐大。所以伫即个问题内底，我就开始一直思考讲，是安怎咱的人，那无爱甲咱讲真实的话。伊若甲我讲，小弟，我甲你讲哦，迄粒石头莫去甲摸哦，迄有电哦。安尼我就袂去甲鸟。问题是拢讲，迄粒石头。几百年前就待伫遐，无法度。伫遮，咱会当看出一点，咱已经认命的惯势，毋敢去甲创造。佮第二点，咱的囡仔已经教育甲变作，反正若共款就是对。伫即个一个故事内底，有讲到一个。铁机咯，伊即马铁机咯吼，有分成两条。伊即马拢讲讲，恁小朋友若要耍的时阵，会当去甲细地迄个所在，
迄个空地较细迄个所在佚佗，因为吼、较大迄边就是吼、火车若得要挡袂掉时阵，弄落迄边去，安尼会当改变吼、安全，会当吼即个安全火车弄落迄边袂出代志。也毋过，咱个囡仔大部分拢去倒一边耍，去较大边迄边，伊讲迄边较宽啦，迄边吼耍要讲究啥较好，较有够宽对无？啊，即边较矮啊，迄拢无法度耍。但是有一日，火车要来的时阵失控，车门你要弄到一边，当迄个司机伊咧思考，那弄对合法的这边过，会死几百个。但是若弄对这边的时阵，原地咱公告较细微迄边的时阵，会弄死两个囡仔。结果真遗憾，在迄个决定内底，咱这边下令讲爱弄对迄两个囡仔咧生，死两个囡仔就摸死几百个。所以伫台湾内底已经发现着守法的人无受到保护，因为这两个囡仔真守规矩，伫这边咧佚佗，想袂到火车弄过，才弄对因家去。伊讲我伫遮耍，这嘛恁徛牌啊，讲爱到遮，想袂到这两个囡仔才来丧失性命。啊，毋过伫遮的时阵，咱毋知有去思考一点，虽然几百条性命得到挽救，但是因的什么物件丧失死亡去，已经死去，就是真理。因的真理死去，因为自从安尼了后，咱开始无要修法，咱开始感觉讲，反正我都照我的方法来做吼，绝对对的。所以今仔课程内底，我是一直甲大家分享着讲，相信咱参加台湾民政府这个计划，有真侪人会笑咱讲：“哎呀，你那只戆，迄敢有可能？”啊，嘛有人甲咱笑讲：“你根本迄无法度，嘛无可能。”所以我伫爱真爱伫遮甲咱讲，伫平常时。咱咧教我前一阵啊，我拢咧教唱歌吼。啊，因为即届将即个题目较适合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当即个民政府开始咧要运作的时阵，你毋知会摇移袂？但是我请大家，当你摇移的当中，请你勇敢去找出答案。唔通讲啊，摇移就来停止。吼、哦，而且有一个故事，相信咱一个哥伦布，咱拢足清楚。伫我细汉嘛，看到足侪哥伦布的代志，但是拢怎讲，伊就是发现新大陆，这个壮举真好。啊嘛，发现就讲哦，伊就是证明地球是圆的。因为伊为这边去，为这边西都转来，我感觉讲，哦，大家拢知伊真牛，也毋过你知影伊伫这个当中发生偌济危险，发生偌济生命危险，所以伊一届，伊讲我准备要来对西边位安尼个开始行，行讲要来证明地球是圆的时阵，我一届看到伊迄本日记。伊第一天航行的时阵，写到今仔日发生的状况，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写到落尾，写到讲神哈、神继续引带阮，神继续引导我们。第二天开始阁写，阁写，阁写，嘛写到神继续引导我们。结果看到了哥伦布全部所有的历。伊个日记内底，伫上尾啊一句话拢写着神继续引导我们，所以伊才发现着这个新大陆，发现着讲地球原来是圆的。
咱的民政府嘛同款，当你有要求的时阵，你也去甲证明，千万唔通听讲啊，咱这个组织是一个诈骗集团，冇人安尼甲讲，冇讲啊，咱这个组织是一个吼、哦、非法的政府组织，冇人甲咱讲足侪足侪话，但是当你真正去甲思考这个代志，当初哥伦布伊若听到讲，咱这个地球是平，伊若相信，我相信伊这个人生无啥物价值，因为到目前咱地球反射还佫无发现美洲大陆，这就是咱一直坚持的所在。也毋过伫这过程内底，你会当发现到讲，伊是安那要坚持，原因伫倒位？这是咱台湾教育内底已经无特别坚持的所在，致使咱唔知变哪去维持这个秩序。过来，咱伫这个几多日的当中，大家唔知有思考到吼？台湾人确实是厉害，因为吼、哦，我每一届看到学生囡仔咧放学，看到都市每一届咧开始跳大摆啊、算算球的时阵，真厉害，目睭拢看这边，无咧看太阳边迄边。啊，那一个人冲出去吼、哦，大家就嘣一直出去。嘛，足厉害，拢无拢拢做一伙。目睭无咧看头前，啊，拢看看边啊。啊，若开始变的时阵，伊阁知影要徛出去，啊，徛就阁拢袂拢做伙。这是足奇怪代志，是安怎？咱的规矩变安尼去？所以，我若看到这个代志，有一个真大的提醒，就是讲。咱即马目前学校对咱心灵的教育内底，已经甲咱教讲，咱爱做一个高人。我捌甲老师问过讲，老师，啊，这个高人是要做到高到啥物程度？因为咱大概听到拢讲，老师爱拢甲咱勉励讲，恁爱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有用的人的定义是啥物货？就是讲，你伫社会的地位偌悬，你的做法是外观，种种，伊将来无去考虑着讲，咱若是做啥物工课，啊，咱就是爱忠于啥物事件就好，吼、哦。伫即回去到日本，我看到因足济服务生，因拢真乐于帮助别人。我看因迄个服务的人吼、哦，哇，真快乐。伊拢甲你问甲足详细，问着讲啊，你即摆要爱啥物物件？伊拢目睭甲你看甲真清楚，伊袂讲听了安尼嘻嘻哈哈。但是咱台湾目前的教育制度的价值观已经变，伊拢甲咱教讲要安那超越，因为当你若看到这个中国的戏剧。我唔知大家有发觉到一个问题，那因咧皇帝咧发咧看到因咧称呼皇帝的时阵，有个人拢会称呼讲我就是吼臣，安怎安怎安怎，但是有个人像一个叫做和珅，伊拢讲叫奴才，平平当中是皇帝的大臣，是那为称大臣，为人称奴才，因为。咱感觉讲，行服务是一个现象。伫咱台湾的教育价值观内底，感觉讲你若去讲服务，就是啊，你做人的奴才，其实唔对。迄是咱要可以帮助你会较好。所以伫遮，咱已经嘛失去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上个感动吼，就是看到美国。有一个军校叫做西点军校，伊个西点军校咧教育内底，伫遮伊教育出五个总统。西点军校内底教育出五个总统，包括
美国英特尔，吼、哦、Intel 这间公司的董事长，甲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拢总是对西点军校出来。是安怎？我嘛甲看讲，奇怪，因的军校甲咱的军校是安奈差别遐大？因的军校敢若教因三种：第一就是国家，第二就是责任，吼、哦，国家荣誉。责任，就是国家，因爱心中内底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不管啥物款大大小小代志，我就是爱求我国家会当平安，求我国家会当强壮。所以呢，学生当中一直忠于因个国家，因嘛有荣誉的教育。当我看到因新生入学时阵，伊拢伫呢城面城，迄种大一个标语叫做讲：拖延就是死亡。所以因真爱积极，因真爱因的学生学习就是积极，袂当凊彩。所以因真侪性格拢总会变个忠于他们的国家，因有一个荣誉感，知影讲哦，我今仔日做。就是要让大家较好。过来，因为责任，我相信，当你若对社会有一个责任的时阵，对着你的家庭相对也有责任。当我去甲咱台湾这些学生囡仔，甲伊讲台湾民政府，伊听了。就甲回答讲，我吼一个真重要代志，甲你讲，因为我伫迄侏罗纪公园岛已经互我买起来，我已经是遐个岛主。我听听我讲，哎、欸、啊，你个岛主伫倒位？伊讲伫网络内底。我本来就是讲伊咧讲真正代志，我讲。你买迄买偌济？哦，我开足济钱买。啊，你是买啊要创啥？会使去遐佚佗啊？我讲敢真正去遐佚佗？伊甲我讲，伊内底有偌济宝藏，啥物货啥物？我就是讲，啊，你个道拢安那过去？伊讲唔免过，上网就使你去参观啊。我听一个讲，哇，真真正正的民政府，你拢甲忽略，去盲从于一个。内底虚拟的世界，台湾的价值观已经嘛是对着虚拟的世界一直向往入去，这是一个真危险。我毋盲讲，咱若咧教育咱家己的囡仔时阵，甲伊讲讲虚拟的世界，迄种是无可靠。所以呢，咱伫这个过程嘛，看到讲以虚拟世界。去用40000块去买一支虚拟的刀啊，伊感觉真欢喜。啊，毋过伫咱民政府内底，我甲讲，这个代志一定会成功。你爱对马关条约来去探讨，伊确实甲回答讲，无可能，因为中国太勇咧。哇，实在是吼，感觉真可惜。咱可能毋知讲，阮即回去伫日本。咱的何润远先生，伊跟我去到因日本的商店买物件。我怎摕咱的？因为我无已经摕咱的钱要甲买。伊看我皮包拍开，店员，我甲是讲美金唔在买哩无？因为日币爱流挂起来，吼，所以我甲讲，哎、欸，这美金可不可以买啊？伊讲不行。我讲这是真的钱吗？伊讲他知道这是美金，但是我们这里不收美金。啊，结果我讲啊，怎摕日币出来？伊讲哦，这个他可以。啊，伊怎看到我皮包内底有咱的钱币？伊讲你们那个是什么？能不能我看一下？伊讲我怎摕我看的时阵，伊把咱当作一些儿童钞票，哦。我讲你何以见得？为什么这个是儿童钞票？玩具银行？伊讲啊，恁那钞票那印
伊怎摕迄个美金的红啊头讲，你看恁的美金，真正内底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吼、哦，伟大的人物就是华盛顿。啊，因日本钱嘛，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做啥物名？结果摕咱的钞票起来讲，五个小朋友伫遐看地球。结果咱的 Richard 哈、哦，专家讲，那五个小朋友是蒋介石小的时候在看地图，也是伟大人物。伊嘛听无，我嘛感觉讲这算是真好笑。啊，毋过伫咱的心内底，会知讲咱的国家已经方变做小朋友。去到日本摕迄个钱，伊讲啊，恁的钱那为小朋友，啊，偏偏佫一只小鸟，真奇怪。那无用恁的伟人，还是甚物款？我讲啊，看看应该是先给钱着。所以伫遮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当咱开始咧嫌咱台湾的时阵，你一直甲嫌，一直甲嫌，对着较早，我嘛开始一直变，感觉讲哦，台湾我真无喜欢，我想要来住别位。但是最近即届旅行回来，我有一个感想，一个真真正正会当予你安息的所在，就是你的故乡。无第二个所在会当来代替你伫遮出世。伫咱台湾内底，虽然你感觉伊真卑微，你感觉伊逐项拢真歹，也毋过，大家毋好忘记哩，咱伫遮出世，咱伫遮大汉。所以每一回我若咧教这个歌的时阵，我拢真爱把咱台湾的特色讲出来，予咱大家知影。咱台湾其实毋是遐歹，咱的台湾只要你若甲伊疼惜，就会真好。尤其有个人拢讲咱台湾话，伫咱这个心灵内底，拢常常讲到咱台湾话是真一个阶级。我捌听过一个导演，伊咧教伊个演员变啊演戏个时阵，伊讲你演这个歹人无够歹。迄、那个导演甲落尾甲讲一句讲，啊你用台语讲，就真歹啊，就真粗鲁。即句话，予咱听起来感想毋知啥款。但是我知影台湾话毋是遐尼啊歹。台湾话言讲是一个真水的语言，伊甲人甲人中间，伊是一个真好沟通的桥梁。所以伫咱台湾，当咱一直咧甲气嫌的时阵，伊就愈来愈歹。所以伫遮，我会当甲大家来勉励，就是讲，看到纽约迄个所在，当因一个物件破去，马上较紧甲修理，较紧甲用好。当咱台湾嘛受伤的时阵，咱台湾会真好。咱台湾若准讲看到飙车的时阵，你知影伫咱家己中部遐一个事件发生，就是一个阿嬷，伊每一回若看到迄个飙车安尼飙过，伊就举扫帚出来，毋是要甲讲，伊是对啊开始甲骂讲。徛较慢的啦，你徛紧要创啥？吼、哦，伊骂较足歹听。但是当伊一直干骂、一直干骂时阵，你有发觉一点，在徛多摆的人，伊开始渐渐会当接受着讲，这个阿嬷毋是咧甲咱糟蹋，伊是咧关心咱。所以底下怎组织一个中部阿嬷迄个驻点，怎开始真轰动？记者去甲采访，就是因为这个阿嬷，伊用着。台湾本土的疼心疼惜台湾囡仔的时阵，你看这台湾囡仔对伊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唔是像讲高雄一个候选人，伊讲解决着飙车的问题真简单，就是甲放铁顶啊，甲放土顶，互伊摔摔死，唔是。所以伫美国嘛发生飙车的问题，伊嘛是开始用着讲，恁着爱注意恁的行为，恁的。飙车行车安全，结果因的
飙车率已经降低，所以真侪车友经过迄个阿嬷安尼甲苦劝了后，伊怎变做人好，开始甲迄个阿嬷建立真好的感情。啊，毋过我嘛爱咱大家会当伫教育囡仔的身躯内底，咱会当予咱的心情、咱的心吼。言行爱合一。我会记得我伫咧教国小，带一班国小的学生，当我去甲家庭访问，迄时阵有教到一个，好，抱歉，来，咱继续吼。当我伫迄时阵捌去从事这个学生囡仔教育，我常常去引导家庭访问，伊一届带考到生活与伦理，我去拜访的时阵，伊妈妈甲讲：“什么人啊，去斗收衫一个？”伊个囡仔怎甲应一句讲：“我伫要读册，我无闲。”啊，就入去。我看到这个时阵，我知道这个囡仔常常对着伊的爸母真无礼貌，所以伊刚来到学校，考到生活与伦理，我看到伊咧答是非题，一题题目就是写到父母在叫你帮忙的时候，要尽快答应。这个囡仔伊个答全，真巧，也唔过。我成绩打出来的时阵，迄题甲打叉，我唔对迄题，全变做98分。伫这个过程，伊的妈妈摕着考试单，过长工真生气，来到学校，伫遐伊平常我拢会7:30到学校，伊7点就伫遐等我。等到我入去学校的时阵，教室，伊妈妈就讲：“老师，来来来。”这题安尼对唔对？我看一个讲对，这题安尼答案是对。啊对，你哪甲打叉？我讲吼，98分敢无够悬，无阮囝这会当100。啊，我专甲迄个小朋友甲学生甲叫来，我讲你写这对唔对？伊讲对啊，我写对啊。你看这嘛对啊，这这简单，佫唔对就白痴讲诶。我伊妈妈安尼讲诶，伫遮毋是分数诶关键。各位，我是咧甲讲，你佫想看卖对唔对？伊讲我写对啊，对吧？没有错啊，你怎么乱改？哦，伊开始咧甲我讲，我乌白甲改，准备要叫校长来。等到这个时阵。我敢问那个囡仔，说你记不记得老师什么时候去你家家庭访问？伊讲知道啊，几月几号几日几点，星期三下午2点，完全正确。那你再看一次，对不对？一看看，讲我写对啊。我讲那时候我去到你家里，你妈妈叫你做什么事？你还记得吗？伊讲我不记得了。啊，我讲妈妈，啊，你敢知道你有叫恁囝做啥物工课？迄个叫袂行，就无效。哇！讲我拢毋捌咧叫做工课，迄个叫袂行。我讲啊，恁即题对啊毋对？伊妈妈才知影，对啊毋对？所以咱的教育里底就是伫遮出问题。今仔日行为的老师毋是考试单的表现，今仔日行为的表现是伫身躯面顶。所以当咱听到讲台湾人啊，你哪遮悲哀啊？台湾人啊，死好啊！台湾人啊，迄恁兜的代志，
当咱听到这个时阵，我唔知你的感想，伫你的头壳内底，你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我直接讲，我是真真正正台湾人。我唔是讲咧比较较啥物人较疼惜台湾，因为咱要挽回台湾的这个制度，就是爱对真细项的代志开始做。我看到纽约伊的迄个石碑内底写着一句话讲：你不要以为吼，你唔通叫是讲你做的代志真美色，我爱去甲做。即咱的成语敢若嘛有吼，不要以善小而不为。咱拢知影做会到，也毋过咱的教育一直咧甲咱教讲，咱爱做一个吼真牛的人，先贤先圣。伊无甲你教讲，你爱去不要乱丢垃圾，不要去公共场所要安静，好要遵守公共秩序。所以伫遮，咱嘛是修行，伫这个介绍。在咱的心灵检查，你会拄到真侪冲突，你会检查拄到讲，呾安尼是安尼才对，还是安尼才对的时阵，你会当静心去甲思考，你会当去思考讲，台湾的地位，确实那是无根据一个国际法来，咱台湾的规矩，若无对着真理来甲改变，可能。无人要做，所以伫遮，我一直爱讲到台湾改变是要为着改变起吼，这就是今仔日我讲到落尾的结论，就是咱常常一直咧嫌咱台湾的时阵，唔通忘记咱家己嘛是台湾人。当咱咧看到台湾真济无好的时阵，你若愿意去甲伊补足，这个代志就会当完成，就会当改变。台湾今仔日咧讲到的代志，并毋是要用法条、用规矩、规则来甲你规范。我会记你伫咱屏东迄个所在，几多年前，遐有一个卢凯族的。妈妈，伊个囡仔伫神话 KTV 去予火甲烧死。伊烧死了后，伊个汤明雄这个犯人，这个妈妈甲伊个大姐去甲看，去汤明雄讲，愿你会当得到平安。汤明雄拄开始歪插伊，伊讲你凭啥讲一句话？当伊个过当天过去甲看。我写批，逐天甲伊勉励时阵，伊甲讲，你是凭啥讲即句话？因为我汤明雄是歹甲真歹的人，我已经歹甲，逐项拢无法度改变啊，歹甲全部的人拢甲放弃。你是凭啥要讲即句话？当伊即个大姐甲妈妈甲伊讲讲，你伫烧死放火烧迄个 KTV 的时阵，我的囡仔，我的小弟。就是让你休息。那个汤明雄才彻底改变悔改，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世间还有人才疼他。当他在那认罪他那悔改，我不知道我们有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改变这个人是用什么悔，是一个原谅。你若无去甲接纳原谅，这个代志永远无改变，直到伊死去同款，要无改变。所以，咱伫遮开始爱渐渐去思考吼，思考着讲，台湾这块土地内底，有你偌济古早，捌去甲弃养过，你若愿意去甲做一个改变。唔通叫是讲你做这无效呢，这拢会当一个真好的改变。伫美国，某一个所在，因本来这个所在拢总无贼啦，拢总无人碰见物件，嘛拢总无发生过什么大代志。
也毋过，当因有一日，一个新厝边搬到教会的时阵，这个新厝边来无两工，全发现着讲，哎呀，咱的铁马哪无去，咱的啥物货哪无去，咱的物件哪无去。当这个社区开始去摇，摇讲，哎呀，这就是迄个人偷摕，因为咱古早拢毋捌发生过，是安那即时阵咧发生。然后伊才知影，哦，原来迄就是贼啦。当大家知影时阵，咱毋知去思考，因安那改变，伊毋是贼硬咧，就规定人去甲迄个人甲救出来。我看咱遮拢是安尼吼，拢那抓到的时阵，哇，较紧甲抓来，抓来大家面前，啊，招较济人甲抓出来，啊，开始一个一个甲问，你偷摕偌济物件，你偷摕安怎？毋是，当这个社区知影讲，哇，迄个原来是偷摕咱物件的时阵，过当工，因这个社区所有的人拢准备物件送予伊，当伊。透早开门，看到讲，哎，哪有人送披萨来阮家的门口？开门的时阵，看到讲，安那骨一个米粉，还是啥物物件，拢送来阮的门口。等到这个人开门，佮看到一个人佮送物件来，伊甲讲，我请问吼，我拢偷摕恁的物件，啊，恁哪拢对我遮好？结果迄个人甲伊讲，因为。你的偷摕是因为你欠亏，所以我才物件送你。当伊这个小偷吼、哦、听到了后，伊嘛甲大家悔改。伫这个小故事内底，我发觉到咱伫心灵的计划，是毋是爱开始计划讲，我过来伫咱遮转去了后，要安怎对待咱的厝边？我相信伫学校将来毋捌教育教着你。爱去疼惜你的厝边，拢是讲爱安那甲厝边竞争，这是让我感觉真痛心的所在吼。我感觉厝边甲厝边之间是安怎，那拢要用一个竞争，因为我对细汉开始一直互比较，每一回考试隔壁一挂小张伊妈妈吼，也是啥物回因的爸爸啊，大概若考试了后，就撞来阮兜，恁囝考几分？啊！你无甲讲，伊会伫问。啊，若比赢，就甲你讲一句：好赢无啥物嚣摆啦。啊，若输你吼，我惊即个赢你哦。我感觉厝边甲厝边是安那要做这个比较，敢袂当互相相听。尤其伫阮的隔壁，常常嘛真爱敢比较物件，比较到落尾，我实是足烦恼甲因。你买一台洗衫机嘛，甲你问几波；啊，买一个物件嘛，甲你问几波。实在是我隔壁迄个学生吼，阮就买一台洗衫机，啊，我知影讲伊拢要甲我比较。伊一届转甲问讲：“哦，恁迄台洗衫机啥物牌？”我知伊要甲我比，我怎袂插伊？伊转甲问第二摆，讲：“啊，恁迄个洗衫机是啥物牌？”我是讲啊。甲你用嘛无效，伊阁问第三届，问讲，哎，退商啊，恁到底迄台洗衫机是啥物牌的？我讲吼，伊所比啊，伊听一个啥讲，啊是倒位啊做的，我讲都伊所比啊，伊听，阁问第三届讲，啊伊所比啊是倒位啊，这若读册人拢知影，就是伊所比啊。我这代就是伊索比亚做的。当我甲回答，我看到什么物件，感觉台湾人真可怜。伊的头壳内底充满竞争，充满了要甲别人比赛，充满了要甲别个人变哪去赢别人。但是伊毋知讲，伊赢过别人的时阵，你敢真正快乐？当我细汉，我嘛常常咧甲人比较，毋是我甲人比，是别人拢要甲我比。嘛毋是讲我要甲人比，是阮爸爸妈妈因拢会比。啊，我感觉比迄敢有啥物意义？
哦，所以我伫自细汉一直到大汉，我的个性真歹，甲人相争相抢。因为每一届若要甲人比赛，都一定爱相杀。哇，我都爱想尽办法变来赢你。啊，读册吼，同学之间都袂互相研究。伊若看你读赢你，伊甲你个参考书提一场。我感觉这种态度对咱敢无健康，所以我捌一届伫学校内底，我讲吼，若要比赛，我拢毋捌赢人过，敢若一项比赢人，就是阮遐清洁比赛，我得过冠军。伊讲真诶哦，伊讲是安怎？因为阮遐就敢我咧比尔，阮兜一号咧比尔，阮遐无举办，毋过阮兜比赛我第一个，清洁比赛我得过冠军，啊，就讲我一个参加。所以我看到这，咱唔知道有去思考着，在基督徒的生活内底，有一句话，甲咱讲，恁的生活唔通甲人竞争，一定爱谦让别人，你才发觉到这个水伫倒位。台湾人的价值观已经无去追求心灵所散发出来的水。伊感觉讲，你为着一个人做小可代志，迄无啥，但是有人咧甲你看，就感觉你这个人真好。咱彼此之间，不管是民政府也好，因为是安那，我会真爱咱这个团体，因为伊有一个真正确的路，伊有一个真正确，互咱知影讲这条路要行对倒位去。所以在美国，我捌真详详细细去甲看因的国家是安怎那遐尼啊发展，遐尼啊勇壮，就是因为因有一位神做因的真理，因的真理就是徛伫互相三听。咱台湾内底已经无大家袂彼此三听，大家是互相竞争，也毋过。当你开始去听你的厝边的时阵，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改变。当你看到开始隔壁去甲斗三工，我嘛知影咱这个台湾会改变。伫即个咧旅行内底，看到日本人因迄种上学匆匆忙忙，我讲这毋是我真热爱的生活。因为我唔知影东京当时变啊咧，那也则变作大家散步的时阵，哇、哦，咱用撞的，啊撞撞撞，啊撞到，吼、哦，连学生嘛同款，因到底是要撞对倒去，则知影讲，哇，因为下早啊开始补习补到夜晚，拢逐工撞来撞去，撞到一点也有人咧坐车倒来。我相信咱真歹，咱的后一代过着这种生活。因为咱要对中国的思想开始去跳出，在咱心灵的计划内底，唔通阁去受到控制这种想法，一个甲咱思想控制。因为控制伊个，咱读足侪册都是要教咱安怎去变作一个真牛的人。哦，按古真牛的人敢有可能？你敢捌知影一件代志？咱的至圣先师吼，俗称迄个至圣先师，伊是一个啥物人？伊无，伊虽然真知影讲，哦，我着爱读我的论语，读我的啥物货，我写足侪文章出来互恁读。也毋过，你甲斟酌看，伊伫内底无去比住三听，因为因爸爸就是咧卖武器，啊，伊拢叫伊学生去。互相造成矛盾冲突了后，去跟爸爸买武器，啊来相拍。我讲咱台湾袂当接受这种观念，咱来勇敢去甲伊讲讲，这个物件是错误。过来第二点，咱嘛有发觉到讲，即卖的人开始青少年已经变作，伊一直要证明一件代志，伊还阁活呢。是安怎讲？我捌一届看到阮班上个囡仔一半个加请公假去做北加奖。当我知影这个代志了后，
我讲全部不准驾，因为北加将这个物件，你讲好也莫，我相信有的人讲真好，有的人讲这是一个哦对神的一个活动，真好啊，这是神的代志，咱爱去服从。也毋过，当我去阻止了后，发生了真侪代志，真侪家长拢甲我抗议讲：“啊，老师啊，你毋知啦，阮囝来去参加一工营，趁一千块，偌好咧！”但是伊无考虑到虾米货，恁囝去趁一千块了后，伊所丧失的是虾米物件？但是骨卡痛心是啥？连校长嘛甲我讲，这是庙的代志，你爱准教。我讲袂使哩，结果家长会开会了后，甲我讲，讲你安尼影响到阮庙的活动。等我冷静去甲思考，讲好无要紧。家长会校长怎甲我讲？你去甲家长会解释。我讲好。等我去甲家长会遐，大家拢准备要甲骂时阵，我甲伊请教，讲恁只家长委员。恁有叨一个囡仔好参加北加奖？你若感觉好，你个囡仔若袂来参加？伊讲我个囡仔爱补习。我讲你个囡仔爱补习，你呾白个囡仔敢着毋免读册？是安怎？你感觉好个物件，你予白个囡仔去做，啊家己歪。所以咱伫思考上爱去了解，台湾已经有一句话叫做讲。把人囡仔死未了，我相信咱卖和即句话一直扩散吼，一直传扬出去。因为这个物件啦，一直讲出去，大家拢变作是讲啊，真正把人囡仔拢是永远死未了。啊，不过等到有一天死掉你家己的时阵，无人会替你艰苦，这才是咱真正爱担忧的所在。所以伫遮今仔日题目。咱对着都市计划，心灵内底要做一个改变。我本来是有准备幻灯片吼，要予大家看到讲，咱台湾目前最不共款的所在伫倒位。不过有实在这个物件吼，我较歹势，因为做了有较无遐尼啊完备吼，所以我用。叙述的甲大家讲，我相信伫咱台湾会当看到一个代志，就是即马上讲究的是啥物物件，上讲究的，就是要哪个将人好好啊甲埋葬，因为伫我住的所在连续几下位吼厝边隔壁。拢总连续有两三个拢总过往去，当伊过往的时阵，我就听到因迄个声开始一直狂腔狂腔一直做。我即届听甲实是足差的，差甲讲奇怪，是安怎因来人死去拢爱用啊足大声，啊然后表演足侪迄个。真无共款的物件，啊！我捌甲思考讲，奇怪，因遮人怎会是安怎？人死去都爱用麦克风，啊，一直念，啊，念甲互足大声呢，互大家听着。我捌一届真好奇，去甲伊讲，这是几啊年前，我甲伊讲，歹势吼，因为你安尼放这个音乐吼。大声敢袂使卖用麦克风，伊讲袂使，因为吼即马无用大声，伊个灵魂无法度甲接引去哩西方极乐世界。我听听也感觉真奇怪，专甲问讲啊，你极乐世界你敢知影路？伊讲我毋知，你敢捌去过？我讲我毋捌去过，啊，毋过你哪会知影讲？你要怎带他到位？他说，哦，这你不知道，这我根据很多书里面，就是说
你将这些车经文给读一遍了后，这个人听到，伊就会去你极乐世界。啊，我听听也感觉真趣味吼，转甲伊问讲，啊，较早都免用麦克风的时代，恁是安那念？伊嘛真侪理由哦，伊甲我讲，因为啊，较早吼较无车，较袂遐吵，啊，即马车加足侪，啊，噪音较侪，所以爱用较大声伊才听有。我讲啊，你用甲戴耳机互伊听，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着，伊嘛想想会讲袂使，安尼对伊无尊敬。所以伫这咧答复内底，咱台湾人的价值已经对着死人，兼在你读甲博士学位，读甲真济真悬学历，有缘爱听到遮个礼仪师摆布。所以我一届嘛，感觉挡袂牢，怎去甲伊讲讲啊？你这科技已经对袂着时代，人即马吼拢毋免念，毋免念经，毋免创造遮济，包括烧这满面一张美纱互伊就好。啊，若要引带去极乐世界，我甲你介绍，即马有 GPS。创一台甲藏落吼，带甲到位，绝对到位。伊竟然想想的嘛回答讲：“这真好哦，真好的商机。安尼吼，我等伊研究了，我来创造一台。吼，即卖人啊，过往去我就创一台新的 GPS， 亡魂专用，藏在内底。我感觉讲这毋是笑亏吼。”这是变作讲，咱大家唔知道在叮当无？人死去，敢爱靠着车会当去迄、那个迄边的所在，就是代表咱台湾真理已经无去。我相信你若心内真理，你袂去做出遮个代志，因为你会考虑到讲，我厝边唔知会互我影响到，唔知会互我插到袂。啊，人若死去就死去啊，伊无去想遮，所以伫中国教育内底，常常甲咱讲一个人真伟大，伊嘛咧讲哦，中国足伟大哦，伊创造一个物件，就是会当吼一只鸟用叉做的哦，小鸟吼、哦、啊会飞哦，飞三更三暝拢袂落来。伊讲哦，你看中国遮尔伟大，当伊咧讲遮的时阵，你毋知思考无？一只鸟啊，用叉做的小鸟，会当飞三暝三日袂落来，对咱人类有啥物帮助？拢无。安尼，这只敢有效？所以，当你嘛去甲思考的时阵，中国甲咱教育真侪物件，拢甲咱讲哦，中国偌伟大，伊功夫嘛真好，伊嘛发明了真侪物件，就是指南车，伊发明的。你看，遮伟大发明，佮发明啥物货？发明这个造纸术，过来火药，这三项讲中国上界好的发明，也毋过你毋知去甲思考过无？中国这个发明若无真理在的时阵，发明指南车，你若无真理，你只是用这个物件来找什么所在，敲找一个阿界你会使待真好的所在。我讲人外国摕到罗盘了后，伊个发明雷达征服规个太空，咱台湾真可惜，甲征服王阿波，用迄个物件来找看，啥物待伫啥物所在较好。咱外国伊用着造纸术，将所有文献甲写落来，予大家看讲咱的科技变哪记载，予大家人会当去读，也毋过。在我们台湾确实把变作钱，几个钱把烧掉，一直烧一直烧，烧越多越好。当我们会议的时候，怎去把人外国是把砰一声砰两声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到登陆月球去了，我们是拿来怕鬼。所以在这三项发明里面，很可惜也很遗憾，就是
这甲三项的发明拢甲鬼有关系。第一，就是要找好空会当待的所在。火药的发明就是要惊鬼，啊，纸的发明就是要服鬼啊做钱。咱当咱思考了后，你毋知发觉着讲，哇，那拢互听人讲，啊，听伊讲，听我讲了后，咱就变作拢总对人安尼行。所以我伫遮毋是咧看讲外国人就是较好，我希望咱大家当去甲学习吼，伫这个这课内底，是要甲大家做一个交流的时候，咱大家拢拄着真济问题。伫即届旅行内底，我发现，伫美国人，吼，伊个身份伊真幽默。我感觉因个生活内底充满了真济幽默的言语，吼，感觉真有智慧，啊，感觉真轻松。伫遮，我应甲大家介绍讲，即届我参 Richard 就是咱一在吼，迄个何瑞元先生吼，伊当阮拄啊要为日本飞动的时阵，伊怎啊甲阮讲一句讲，哦，咱倒来那加坐遮久啦，哦，一个人咧讲，哇，咱来的时阵才坐两点钟，啊，即马倒来那坐四点钟、五点钟，足奇怪。伊怎甲伊讲吼？我告诉你啦，你为了省钱买那种逆风票吼，当然坐的比较久啦。你要买那个顺风票比较快。啊，我拄开始是讲吼，啊，咱那买买顺风票。哦，原来不管你开偌济钱，你买定的票拢总是，哦，拢总是逆风票，所以加足久的。啊，伫遮的生活内底，我感觉咱的幽默感，在咱心灵的计划里底，不要失去那个幽默感，因为你若失去了，你每项就是足严肃，开始要去哦，我提着规则，我要安那规范别人去做，安尼时阵你无快乐，我感受到无近无急，会当食百字，这是我看到何瑞元先生。伊一届，阮住伫飞伫飞机顶，大家拢真烦恼，就是讲坐遮久都已经，吼、哦，阮伫前天才对日本飞倒转来，本来讲七点半要到，结果拖到八点，加真久的时间。原来迄只飞机是飞到台中才阁坐倒转来。我讲哇，啊那加拖遮久，啊伊当咧广播的时阵，一个阿嬷，甲问讲伊即马广播咧讲啥？迄、那个何先生吼，转甲伊讲，咱即马吼，左边引擎有一颗故障，稍微故障，啊，所以会拖延两个小时。啊，结果迄个阿嬷听一下吼，哦，开始讲啊，正边迄粒稍微故障，啊，等下佫广播第二届时阵，伊佫讲啊，即个讲甚物话？伊讲。啊，即马连正平嘛稍微有些故障，所以佫加较慢一挂。当阮大家听到遮，感觉讲，咱虽然是真禁忌去讲遮，啊，毋过当伊只讲出来时阵，即、這个心情，大家真幽默吼，感觉咱伫生活内底千万千万毋通去禁忌任何，因为我发觉到台湾人。那真侪禁忌的时阵，咱生活拢袂做哩。咱每一届，咱咧看日子，就是摕一本迄个黄明历，啊开始对啊变啦变，变讲搭一天较好日，搭一天较迄个时阵，你不妨摕着你的手册，你的日期来看讲倒一天较有闲。有闲迄天就是真好的日，而且台湾人已经爱跳出。咱毋通时间来绑伫咱个头壳，伫即个心灵内底，咱会当勇壮，打出讲，我已经无要去予时间、日子、节令来
束缚着咱的生活方式。哦，所以伫车内底，我感觉虽然这节课是讲到真侪过程，唔知伫分享内底有侪侪你将来唔捌去思考过，也毋过这是我对古早发现着讲，咱人内底头壳爱去活动，去创新吼，这是咱甲外国伊个思想无共款的所在。哦，平平咱看到一个物件，咱就拢想讲，哇，这唔知哦，像讲咱若看到迄个鱼啊吼，我逐个若去水族馆看到迄鱼啊吼，拢会想讲，哦，这若来个安那煎安那煮吼，已经是真好。啊，毋过人迄只鱼啊是安尼咧互展览的。伫遮内底，虽然咱的心灵内底有侪侪欠缺，但是咱会当真冷静去甲想讲，咱要摕啥来甲补好甜，千万唔通乌白摕一个物件来甲补入去。我知影真侪人拢会去看到咱即卖电视即种哦，迄个算命的即种节目愈来愈侪时阵，我嘛相对真烦恼。因为伊若算到你的命好甲歹，咱拢会受到影响。台湾，咱若要过一个改变，咱毋免去受这捆绑。好、哦，所以我今仔日用这个时间甲大家讲，虽然咱的心内内底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内底，请咱大家会当去认捌真理。哈、哦，真理就是讲，你要安那去疼惜别人。我相信咱大家安尼做的时阵，咱台湾真正要改变。吼、哦，希望大家会当大家勉励。啊，因为时间嘛到吼，所以我伫遮甲大家分享，甲遮结束。好，谢谢大家。起立。立正。起立。好，谢谢大家。下课。